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彦真，在这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 ，Happy New Year！ 这个影片是为了要跟大家报告，从1月18号开始为我们的残障院去筹款，在短短的25天里面，我们已经筹到总共4578块给文德甲残障院，耶、yeah, ！谢谢大家的相信跟支持，我们也信守承诺，把一部分的钱，也就是1681块半，安排在购买适合的营养给所有的这个残障人士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把剩下的所有的现金，也就是2896块半，过账给了文德甲残障院的 RHP 户口。在这里要很谢谢所有60人的支持，也非常谢谢所有在帮助分享给我鼓励的所有的朋友们、家人们，很谢谢大家。希望在这个2021年牛年里面，大家会过得更好 ，pandemic 能够尽快过去。希望经济会越来越好，大家会越来越好。祝大家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期待我的下一个影片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